各位观众，今日呢，我睇到同修们提出一啲修学上嘅问题，我哋利用呢个时间同大家做一个简要嘅说明啊。第一个问题咧，亦系多数人都有的共同的问题，他说我们常见有很多佛菩萨的形象供奉在寺院或者是家庭之中，供给给大家膜拜。问题是，是问供佛菩萨形象及拜佛菩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咁拜佛菩萨与拜神有咩唔同呢？我哋应当用点样嘅心态嚟拜佛菩萨以及拜神明至系正確呢？呢个问题呢，我諗系一个相当严肃嘅问题，因为迷信带俾社会是负面的影响，敬天敬神在中国是几千年来的习俗，对于社交有正面的作用，决定不是迷信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的。佛法是师道，它不是神道，所以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在几千年前它就懂得艺术化的教学，所以我们在寺院庵堂之中所睇到嘅佛菩萨嘅形象，有塑像啊，有彩画，形形色色，种类好多嘅。在佛经典里面，佛曾经讲咗一部《万佛明经》，在台湾过年期间仲有唔少道场拜万佛添。在这部经里面，佛跟我们讲了有1200几个佛号，诸佛名号，菩萨还不在其中。佛所讲的这些这么多这么多的佛号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具的德能。我哋举几个例子嚟讲下，大家就明白。譬如释迦牟尼呢个名号啊，呢个名号咧系梵文译音过嚟嘅。释迦系仁慈嘅意思，翻作能忍；牟尼翻作即灭，就系清净嘅意思。咁由此可知，仁慈同清净系我哋自性本具嘅德能。咁呢个德能咧，一定要用名号将佢显示出嚟。我哋听到呢个名号咧，就要会知道我哋处事待人接物要仁慈嘅，对自己咧要清净，以清净心对待自己，以慈悲心对待别人。这个咧就系释迦牟尼嘅意思，所以听呢个名号咧，或者系见到释迦牟尼佛嘅形象，提起我哋呢一个
观点，咁就系教学啦。呢个系艺术嘅表法，用呢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我哋圣德不断向外流露。菩萨嘅名号系修德，亦就系佛菩萨系我哋本具嘅德能。本具嘅德能，而家我哋迷失咗啦，并唔系真嘅失咗去，系迷咗。迷咗之后，这个自性嘅圣德就不能现前啦。譬如我哋本来系慈悲嘅，大慈大悲嘅，现在我哋对人对物一啲慈悲心都冇。我哋自性本来系清净嘅，而家一日到黑系妄想纷飞，妄念不断，带嚟咗无尽嘅烦恼。咁就系我哋圣德丧失咗啦，迷失咗啦。咁点样只能够恢复呢？一定要靠修行啦。所以菩萨啊，代表修德，所以圣修不已。修德亦系无量无边嘅，因为我哋迷得太广，迷得太深，因此呢个修德嘅方法咧，理论亦就无穷无尽啦。代表修德就要用菩萨，代表圣德就要用佛，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形象都系启发我哋圣修嘅作用。我哋供奉佛菩萨形象目的就在此啦。呢个系我在过去讲席当中时时同大家讲明嘅。嗱，我哋佛教徒、佛弟子供养佛菩萨形象，不外乎呢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我们接受他的教育，得到这个教学的殊胜功德利益，对于创始的这个老师呢，我们总是感恩，念念不忘，那是属于纪念的意思了，所谓反叛报恥嘛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向他学习，所谓是见贤思齐，我们见到形象呢，我们要学他，听到这个名号呢，我们也要学他，这是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应该有的心态。我们懂得他真正意义是在此地，所以这种供奉决定呢，不是迷信。诸佛菩萨很多，譬如我们供养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是代表孝敬、孝亲、尊师，看到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心地都具足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，这个就是地藏的意思。所以供奉佛菩萨形象呢，就要开发我们自性的心地宝藏。那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？用教育，用教学。而教学的根本就是孝亲尊师了。所以地藏经是我们佛门的孝经。学佛从哪处学起呢？从地藏学起，这个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意义，并不是说我们供奉地藏菩萨，日日拜他，日日供养他，他就来保佑我们，那你就是迷信。你的圣德呢，永远不会现前的。那要用怎样的态度呢？要学习地藏菩萨，地藏经里面讲的理论、讲的方法，理论要彻底明了，方法要切实地去做到，那就是地藏菩萨真正加持我们，真正保佑我们了。可见得呢，如果我们不明其理，不依照方法去奉行，那是迷信。
咁就丝毫利益都得唔到，不但得唔到，反而有过失。呢、这个过失从边处嚟呢？过失系将佛菩萨当作神明嚟看待，去贿赂贿赂佢，巴结巴结佢，以为咧就能够保佑自己，咁系倾条件啊！所以将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嚟看待咧，你谂下呢种心态就系罪恶啦。所以呢个系我哋不能不明了嘅，决定不能够有错误，错误真正系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至于拜神、拜天神、天地鬼神，呢、这个喺中国嘅古礼上都有。呢个是修境，我们对于天神鬼神亦毫无所求，毫无所求，那为什么要拜他呢？我们尊重他，我们要尊敬他。敬这一个字呢是圣德，那怎样培养这个圣德，怎样将这个圣德发扬光大？我们对于天地鬼神这份恭敬，要将这个恭敬心用来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这个是古时候祭祀天地鬼神真正的意义，都是属于教学，绝对不是有求于鬼神。有求于鬼神呢？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观念，在古时候最初嘅祭祀意义里边冇嘅。我哋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咁第二个问题问嘅系常见有好多人买鲜花、水果呢个贡品，或者系在寺院或者在家庭当中供养呢啲佛菩萨。咁同时亦烧香啊，亦点蜡烛，咁呢啲求佛菩萨保佑平安健康、升官发财，咁做呢真正用意喺边度？佛菩萨系咪需要呢啲嘢呢？同各位同修讲明，佛菩萨呢决定唔需要呢啲嘢嘅。咁呢啲嘢真正嘅意义喺边度呢？还是在教学啊？要用现代嘅话嚟讲咧，呢啲种种嘅供养具就系教学嘅工具啦。等我哋接触呢啲嘢，就能有所感触。比如我哋在佛像面前，这个佛像的意义大家知道啊。供佛是代表自性的圣德，菩萨是代表修德。通常我们供奉一佛两菩萨，因为圣德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的。修德就是多方面的，多方面将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。在佛门讲解行，一个是解门，一个是行门，所以用两大菩萨作代表。这个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，实际讲呢都是从佛法里面得到启示，得到这个灵感的。知行这两个字呢就是佛家讲的解行了。咁解门，譬如我哋常供嘅一般人常供养释迦牟尼佛、文殊、普贤菩萨，呢啲系一般人常供嘅佛菩萨形象。佛表圣德，文殊、普贤表修德，文殊表解门。佢代表智慧，普
好现代表行门，代表要实行，要实践。所以呢两尊菩萨就全部代表晒。咁细分呢就好多啦。例如净土嘅同修，多数供养西方三圣，佛系供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呢个名号嘅意思系无量国，阿系无嘅意思，弥陀系量嘅意思，系无量。佛系觉悟嘅意思，咁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冇一样不觉悟嘅。呢个系究竟圆满嘅成德。而菩萨呢表圣德是观音世子，观音菩萨代表实行，代表行，大势至菩萨代表解，代表智慧，所以仲是一个行一个解。但是正宗法门呢是将行摆在前面，解摆在后面。这个是跟供养一般佛像不相同的地方，我们注重在实行，将实行摆在第一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，就不至于发生错误的观念了。那佛像面前供花，花是代表因，所以因与果，世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的。佛在大乘经常常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为什么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呢？因果是讲一切万法的转变，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。这个因果互相转变，相续不断，所以因果是讲相续不断的意思，是讲无量无边变化的意思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，所以讲因果不空啊。那么先开花后结果，花是因，果在后面，所以供花是代表收因，花好了，我们就能够预想到果会结得好了。所以见到花呢，你就要想到我们要收善因，将来才能够得到好的果报。花表这个意思，那么供果，果是代表果报，是我们所希求的，花是我的美好，我们要收的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花代表六道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耶，这个叫六道之花，然后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果报。所以供花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各位要明白，在佛前供的这些花表这个意思，你明白了就好像学生在课堂上课懂得花是代表因行。咁离开呢个佛堂之后，我哋喺外边所睇到嘅呢啲花，有冇呢个意思呢？都有。所以懂得佛法，只要睇到花，就要提起自己，一定要收善因，要收好嘅因。乃至于身上着嘅呢啲衣服，印上呢啲花纹嘅时候，睇到花就知道自己要修行啦。用呢个方法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收好因，要收善因，才能够得好的果，得善果。这个是供养这个鲜花水果的意义。供养食品实在说没什么太重要的，食品是表示自己一点敬心，我们需要好的饮食，我们亦以好的饮食供养佛菩萨，这是一个纪念的意义。而
亦系有表法嘅意义。烧香，香代表醇香，系一种信号。呢、这个在古时候应用得非常嘅广泛。最明显嘅，各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旅游，总免不了要到长城去参观。你睇长城，每隔一段有一个烽火台，烽火台咧系传递信息嘅。烽火台实在讲就好似一个香炉一样。古时候资讯唔发达，咁用咩方法传递消息呢？就用烽火啦，烧嘅系狼烟。狼烟咧，佢嘅密度同一般嘅唔一样，风唔容易吹散，所以呢个烟能够持久。咁喺远处睇到啦，呢、这个地方有烽火，就知道嗰个地方有状况发生，用呢种方法嚟传递消息。咁我哋用呢个嚟表法，就系用烧香，用呢个表法，我哋同诸佛菩萨嚟传递消息，嚟感应道交，取呢个意思。但系真正嘅含义咧，我哋常讲戒定真香，五分法身香，咁呢个意义就深啦。所以你懂得呢个意义，呢、这个烧香，就能够提醒你学习嘅嘢就更多了。所以我哋睇到呢、这个烟，闻到呢个香味，就想到自己要修戒、要修定、要修慧。所以佢代表咗戒定真香，代表咗五分法身。五分法身前面三条就系戒定慧，后面两条加上解脱，解脱之见。所以用呢个方法嚟提醒我哋，灯嘅意义咧系象征着智慧、光明。古时候用油灯、用蜡烛，呢、这个意义就更深、更明显啦。油灯实际讲真嘅系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。蜡烛是特别的明显的，咁系教导我哋要求智慧，要能够舍己为人，以自己的智慧，以自己的体力，以自己的技能服务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以不求报酬。这个是佛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烧香燃烛是表这个意思。所以真正这样做，自自然然得到平安、健康、长寿了。至于升官发财，这个是你命里面所有的，这个命中所有的，就要讲到因与果的关系了。你命里面没有的，佛菩萨也不能赐给你。如果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佛菩萨可以帮助你发财。你命里头没有官位，佛菩萨可以赐给你高官。咁呢个因果定律咧就被推翻啦，边有咁嘅道理咧？诸佛菩萨智慧再大，能力再强，亦都冇办法改变因果一丝一毫嘅。嗱，世间法系建立在因果嘅基础上，佛法还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，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。《法华经》
一成因果，花严经五洲因果。你睇下，一切经论都离不开因果嘅定律。呢个系我哋必须要清楚，必须要明了嘅。佛菩萨能唔能够帮助我哋发财呢？能够。咁点帮呢？佢教导我哋发财嘅理论，教导我哋发财修学嘅方法。我哋明了理论，依照呢个方法去修学，咁你自然就得到啦。唔系话佢教导你，你就直接发达，你自己要去做噶。比如话你想要食瓜，佢同你讲你点样去种瓜，点样去揀呢个种子，点样去培养呢个土壤肥料嚟调节嚟栽培，教导你呢啲技术，你都照住咁去做，咁将来你一定有好嘅收成嘅。唔系话你求瓜，佢就拎个瓜嚟送俾你，冇呢个道理嘅。咁就变成迷信啦。呢个系我哋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嘅，佢真正嘅用意在此地。至于求平安、求健康，佛爷教导我哋点样才能够真正达到自在、幸福、美满。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平安、健康、长寿了。佛讲我哋知，一切要顺其自然，所以佛同我哋讲自在随缘，你就能得到了。随缘两个字呢，意义非常之深。譬如现代人所讲的环境的生态，环境生态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无论是动物是植物，它都有相辅相成的这个事实的存在的。如果某一方面受到破坏了，一定影响另一个层面。这些道理事实现在人都懂得，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动物，不但是动物，连植物都没有了生存的环境，以致有一些植物动物必须在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消失了。那都是出自于这个生态环境的不平衡。那我们人的身体、人的精神、肉体这一部分是生理的，还有精神这一部分呢，依家和大自然一样，没什么两样。如果你能够顺应大自然，那你就一定是健康长寿，你会生活得很愉快。如果违背了自然，那你是破坏自然的生态，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、痛苦，甚至于一些灾难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。这个要懂得。那么佛讲我们知，我们的心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是空虚的，它决定是有，但是你找不到。所以佛法时常用这个轮来表法，来代表轮是圆的。圆现在大家都明白，圆有圆心，圆心在哪里呢？圆心决定有，但是圆心不可得。
你话佢一个点点已经变成面积，所以点咧系一个抽象嘅概念。圆心系一个点，决定系有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佛讲我哋知心要清净，心就系圆心，就系宇宙嘅中心，亦系我哋一个人生命嘅中心。心既然系决定有，了不可得。你心里头若然包含一啲嘢，你个心就坏啦。我哋心里边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你个心就坏啦。你已经同自然嘅原则相违背。如果你能够将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，通通放下，你的心就恢复正常。这个就叫随顺、自然的法则。所以心要清净，决定不能有样嘢嘅。身呢，身要活动，身是圆周。周是动的，若然不动你就坏了，你就违背自然原则。所以身要动，心要静，那是养身之道啊。这个是养身真谛啊。但是现在特别是富贵人家跟这个道、完全相违背。你看看，心要清净，心要无一物。这个禅宗六祖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这个是讲心。他心里面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是无量无边。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。那身呢，需要动，需要活动。你要活就要动，你不动就不能活啦。但是偏偏呢，他身不想动，心不能动，偏偏在动。身要动，他偏偏不动，于是他身心怎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呢？那疾病是哪里来呢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佛法里面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拜佛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，每日拜几百拜，甚至于拜几千拜，有人拜到最多拜三千拜。你睇下拜佛啊，身在运动，每一个部位都运动到养身啊。咁除咗拜佛之外，劳动呢，劳动系养身，心清净，心里边冇啲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冇啲忧虑、牵挂。咁呢个人自然系幸福、健康、长寿啦。所以佛法同你讲道理，佢教导你方法，呢啲方法呢都系同事实真相，就系自然生态环境相应啦。佢同你讲呢、你先能够真正得到健康长寿。咁至于福报，咁系另外一种事情。富贵人可以得到幸福美满，贫贱人亦可以得到幸福美满。可见得幸福美满系人人可以得到嘅，
不在乎富贵贫贱，与富贵贫贱不相干。富贵贫贱是修德。譬如说有财富，财富在哪里来呢？财布施得来的。财布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报，你修因一定得果报。如果过去生中或者现在没有修因，你想发财，财必须来呢？无可能的。这种事情呢，各位读了凡四分就能够明白，真的是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命里面有的掉都掉不来，命中没有的求都求不来的，佛菩萨天地鬼神亦都无可奈何。你求佛菩萨，求鬼神，求发财，果然发财了。讲实在的，那都是你命中有的，啱啱喺呢个时候碰到机缘，碰到唔系佛菩萨有灵，佛菩萨鬼神如果真系灵咧，一百个人求发财，一百个人都发财啦，咁先至叫真灵。一百个人求九十九个发财，仲有一个人冇发财咧，就系唔灵啦。我哋嘅头脑要冷静啊，唔好被人欺骗啊！更加不可以被鬼神欺骗啊！被人欺骗还情有可原，被鬼神欺骗呢，那就是不能原谅的事情。所以总要有离醒，要有智慧去观察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所以供养诸佛菩萨那些工具都是表法的，并不是他需要的，用这些东西，用这些道具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等自己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念念都能够达到觉而不迷，精而不邪，精而不染，要达到这个目的。由此可知，这些供养具确实有它的必要的。最简单的供养具，譬如家庭清寒，没有能力具备这些供养具，那我们在一尊佛像面前，最简单的供养呢，就是一杯水。这个是供养具里头最重要的。水代表什么呢？水代表心，水要清净，要清净心。水不起波浪，是平的，代表平等。所以供养这杯水呢，看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了。这个是供养具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甚至于不烧香，不点蜡烛，亦没有香花水果供养，但是不能不供养一杯水。这个是供养品里头最重要的，它代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看到水就想起自己在这个一切环境、景缘当中、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当中，要知道修清净平等。清净平等心就是佛心，就是真心。咁第三个问题，亦系现在普遍嘅一个现象。佢话一般人在正式供养佛菩萨形象之前，都要举行一个开光仪式。咁开光究竟系咩意义呢？有冇呢个必要呢？开光了这个佛像就灵，不开光佛像就不灵。到底怎样的人才有资格去替佛菩萨形象开光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过去
在讲经讲席中亦多次的提到。现代一般开光已经趋向形式了，迷信将开光的意义完全丧失了。实际上呢，开光这种事情非常之重要，它真正的意义就是讲明我们供养这尊佛菩萨形象意义之所在。这个事情就如同我们世俗间一个伟人的形象了。我们建筑成就了，举行一个开幕的典礼，在典礼当中一定要向大众讲明，讲明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丰功伟业，他对社会大众的贡献，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交代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使社会大众见到他的形象，就生起效法他的这种心念。这个就是佛教开光的意义。比如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做好了，做好之后我们要启用了，供养启用了。在启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向大众讲明我们为什么要供养观音菩萨，供养观音菩萨的意义在哪里。那借这尊像开发我们自己自性的光明，所以不是人替佛菩萨开光，而是佛菩萨形象为我们开光。这个意思在此地。如果说这一尊佛菩萨形象请一位法师来跟他开光，他就灵了，不开光他就不灵了。因为很多人找我去开光，跟佛菩萨开光，我就老实跟他说，你不要供养佛菩萨了。他问为什么？我叫他灵就灵，叫他不灵就不灵，我比他还灵，那你供养我就更好，你供养他做什么呢？你想想对不对？这叫迷信啊。所以我可以装模作样地去开光，我帮他这样一开光呢， 他就灵了。你们想想，我岂不是更灵过他？连这一点你都想不通，那你是如痴迷惑到极处了。一个头脑冷静聪明的人一看就恍然大悟，就明白事实真相了。我说我和佛菩萨开光他就灵了，那是欺骗众生，你们未免太愚痴了，太糊涂了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呢？所以开光是宣说这个佛菩萨代表的意义，譬如说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，将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这个本愿宣说出来。我们供养佛菩萨，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就要效法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这种悲愿。所以见到
观世音菩萨嘅形象，听到观世音菩萨嘅名号，就将我哋大慈悲心引发出嚟啦。我哋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要以大慈大悲，真正去爱护、关怀、帮助。咁系呢一尊名号，呢、这个名号啊，呢一尊形象，开发我哋自性慈悲嘅光明，咁叫做开光。所以系借佛菩萨名号开发我哋自性嘅光明，借佛菩萨嘅形象启发我哋自性嘅光明，系呢个意思。决定不能搞错，错咗咧，咁你就迷信啦。买决定不能解决问题，唯有智智能解决问题。这个是学法不可以不知道的。至于怎样的人自由之格，你和佛像开光，对于佛菩萨的经论、历史渊源，他所表达的意义都能够通达明了，为大家解说清楚、解说明白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绝对不在那些形式。那形式呢，每一种形式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，都要将它讲解清楚、讲解明白，至不至于趋向迷信，将佛菩萨当作鬼神，你崇敬、你崇拜、祈求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来赐福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，这个是不正常的想法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说现代啊，物宗在全世界相当的盛行，但是有几个问题令大家感到困惑的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讲到灌顶。灌顶是什么意思呢？接受灌顶就能够消除业障吗？物众上师用灌顶就能够替大家消除业障，怎样才能够迅速的消除业障呢？灌顶是个形式，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其中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如果就形式上的灌顶，在你头上洒几滴水，你的业障就消除了，你能够相信没有呢？首先我要问你了，什么是业障？你要将它搞清楚。业是什么呢？业是你的造作的嘛。简单的说，你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讲法、错误的做法，你这样做呢，就叫做业了。这些业障碍了你的清净心，障碍了你的自性果，这个叫业障。那么上师和你一灌顶，你的业障是不是就消除了呢？如果业障真的消除，你就得清净心，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就没有了。你对于宇宙人生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
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能。咁样真正你嘅业障消除，你又得到好好嘅结果啦。咁样你灌顶之后，你自己谂下，系咪你嘅妄想分别执着就冇咗啦？或者你嘅妄想分别执着就减少咗啦？减少咗都唔错。如果灌顶之后妄想分别执着都冇减少呢，甚至于还不断嘅在增加，咁由此可知就完全冇效果啦。而真正灌顶嘅意义呢，你都唔明嘅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就讲得好清楚、好明白，因为佢本人就系密宗嘅上师，佢讲咗真话，佢冇呃人嘅。观系慈悲加持嘅意思，亦就系真正关怀你、爱护你、帮助你。呢个系观顶嘅意思，顶顶系至高无上嘅大法。换句说话讲咧，将至高无上嘅大法传授俾你，咁叫做观顶。唔系拎几滴水洒喺你头上，咁叫观顶。呢种观顶咧，你每日晚上用水冲凉，咁先至大观顶啊！话你观得几舒服啊！我哋唔可以迷信啊！呢个系表法嘅意思，系以甘露之水嚟灌顶。甘露真系就代表至高无上嘅佛法啦。嗱，而家大家明白呢个道理，你至明白《无量寿经》系一切经典里边至高无上嘅大法。你将《无量寿经》从头到尾念一次。不但是阿弥陀佛跟你灌顶一次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弘扬这个法门，都讲解这部经典。你将这部经典念一遍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跟你灌顶一次了。你都未知道的，那是真正的灌顶了，没有欺骗你的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而是求密宗上师跟你头上洒几滴水，你就以为是消业障了。实在说呢，业障没有消除，而且不断在增加，因为你这一念心是个迷惑颠倒的心，你这个做法是一个错误的做法，你自己完全都不知道，你堕入了迷信之徒了。你怎样能够得到功德利益呢？你怎可能消除业障呢？这个是各位同修必须要明了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和各位简单地介绍到此地，多谢大家。